哎呀，想不到的啊，前两天我们俩也都是光棍，几个人双双都要结婚了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的啊。那个说正事啊，几个年我主持这个家庭会议，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将我和王文的这个婚礼提上日程。嗯，看他这样说，我们两个要办婚礼了。办婚礼是吧？要办婚礼也是我们两个先办的。何出此言啊？我们先拿真的。那说真的话啊，我们年轻人先办了嘛，哪有个子还不结婚？那个老子去把婚结的。我们先结婚。我们先办。我们先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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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好。我们先结。我改不交，我改不交。等俺们先结。哎呀，还是我的妈妈迷失你了啊，格局完全打开了，就我们先办了啊。何八子，你听我说了，等他们先办收拾人情钱的，我们再办，还会办热闹哈。其实我想啊，我们也不急着。嗯，那我们先办。你们先办。你们先办。听你妈妈的，你们先办。那我们先办。哎，珊珊，就等他们先办，我们两个还婚纱照都没拍。呀对呀，你们婚纱照都没拍说照婚纱照去，那别办了啊，商量啊，先照婚纱照去。婚礼我们先办，我们先办呢，你快快准备酒席请客。酒席请两个，你再给两屋的接一下个。那么又要我接啊？你不是说有个存折本子的啦，是四位数还是九开头的？把拿出来用。四位数是四位数，就是有个小数的，92.393呢。好，你又摆我。格局打开，你尽管给接个。我在商量一天，我们收个人钱，一桌只算1000，10桌客就是10000，扒去5000块钱开支，净落成5000。这边的钱还是你的，我只管招呼客，要不要的？就是。你这么多说，有不能这么可来呀？我还有好多没结啊，我的恩怨好多很呢，我担心吃不下啊。嗯，也就好，你等等我来收人情钱啊。珊珊，这人情拿我来收。你个新姑娘嘛，收人情钱，你这错了多不像话呀！我们来帮她收啊，我又不动你的钱呢。给你收了就往我的包包里放了。格局收小了，格局还没打开，我动都不动钱啊，钱能搞好不好？我们以后结婚的人跟你们得。我们两个结婚的人先给我们两个等。要得。你来可吹一下呢，还过一轮命呢，我看看。看看。哎，西哥西哥，哎呀，来我来帮你推走。来来屋里放。快点，这是我赶紧请回来，快来哟。快来快来快来，哎呀，少了，恭喜恭喜恭喜啊，西哥啊，那个那是哪个啊？我是八万工友。哦，有个名字的咯。王石。啊，王石哈，那该好多给你钱。你就赶个20块钱啊？人情无大小了，心意到就行了啦，对不对？这太少了，这是你到不了啊。关键是我们工地高一个月只搞2天事，没得法呀。这你领后的兄弟，你要跟他顶上呢？我哪不想顶上呢？他2年结5道婚。那个搓鞋，哎，这个东西去我拿了，这是好贵的成本呐、啊！你是干个怎么样，那是亏的。一共是要8人了，要不然不好交差呀，辉哥。好，搓啊！东家，这好时候开席了，说的十个人开席，咋都2点多了，那后头半晚的都还没齐，过了都。开什么席啊？怎么天改过给你请来过客？你说嘛，人员这是啊？打电话了？我还给他们打电话的，电话还关机啊？这是哪个的？真的是给你搞上头了。是的，那块卧室。
哎，我来，先上菜，先起，我们，好，上菜。